春天百花齐放，彰化分园的彰南路两侧种植长达5公里的黄花风铃木。2·8连续假期，金黄色的黄花盛开，瞬间让彰南路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大道。另外，在花坛的虎山岩，目前也正值李花大爆发，1000棵李树接力绽放，把山坡染成了雪白一片。现在李花花开了70%，也吸引大批的游客慕名而来。枝头上十几朵白色小花沿着树枝紧密相连盛开，一朵花5个花瓣随风飘逸，小巧可爱，远远看树大就是美，就像树枝被撒上了白色糖霜，很茂盛啊，很茂盛，漂亮，很有春天的气息。彰化花坛的虎山岩最著名的就是金针花，不过现在并非金针花期，而是将近1000棵李树李花大爆发，整片李树花还把山坡染成雪白一片，搭配另一区粉红樱花还在开花期，李花樱花同时美丽绽放，差不多1000丛了哈，现在它有70%也开了。看完白花，来到分园看黄花，马路两边种植长达5公里的黄花风铃木，黄沉沉一片，没有绿叶相衬，瞬间把彰南路点缀成一条黄金大道，廉价吸引游客慕名来赏花。这里有一整排啊，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开的最漂亮的这一棵来拍。开差不多3成左右了，3月中以后吼，才会开较茂盛。春天来了，怎知道看花就晓得。二水铁道旁的花旗木粉嫩色系，正好跟樱花来个争奇斗艳。园林新白果山1万多棵的蜀葵花，万紫千红，竹塘也有热情的橘红木棉花道，百花轮番上阵，花开迎接春神到来。记者彰化采访报道。